吵。你非要想我骂对面干嘛呢？之前我确实有时候跟对面对骂。不是吧？刚好选了一个保护你的，到时候我尽量减少这种次数，因为直播间看我的直播，并不是所有都是成年人，也有未成年。咱们到时候骂对面的话，大家学一下也不是特别好。你懂我的意思吧？搁这打屁股都搁这蹭高冷。刚刚还说。刚刚还说我老板跟我说话我就会回啊，你跟我说话我凭什么回啊？啊，那么好呀，你老板跟你说了好几句了，你一句都不说。哎呦，说你，我跟你讲，要是这种，能捏死他。你让他说话，他就说话呀。嗯，那我跟你打抱不平呢。哎呦，你还不识相、啊。不用你管啊。嗯。负能量只是暂时的。别上啊，对吧？我会用我的实力。小波，教他做人。你的姐，好吗？别急嘛。你还是要按照你自己的专业角度来判断、哦、实力才是硬道理。我范围没你高，我肯定理解能力没你高。我之前直播的时候天天骂人，豆豆就跟我说你好像有点变了，对吗？之前我跟就是，对吧？这样不太好。哎、看你健身酷酷啥？然后我们就改一改嘛，咱们也尽量别骂人。怎么没皮肤呢？有时候情绪上来了，确实有时候顶、啊、不是我顶不住。但是我现在我皮肤我现在、这个、他们现在这么说我他一会儿我说我还好、啊，说我有皮肤那个适应之力加成，你懂吗？怕说我咱们先把实力拿出来呗。哦，上马落后了，懂吧？大家也不想看我落后了，一那个张个大嘴一直骂对面。哎，我这个技能，哎，我这个技能不是加血吗？啊，姐，这个是击飞加眩晕啊，姐，整出整场。没，咱们先好好打呗。打完了，没事打。别伤你的事情，你别管。他们群里的事情，好的，对吧？我们我们现在好好打嘛，对不对？哎，累死了，我看看一血是谁的呀？哦，一血是对面上单的。咱们虽然说跟这些人待久了，对吧？咱们不能变，咱们还是那样，好吗？那个一个嘹嘹，大人的都笑。哦，这俩人不说话，好没意思啊！咱俩在这拼个逼的，他俩都不说话，哎呀，我累了都。真是啊，姐，上把给他俩气势干没了。嗯。其实确实有那种感觉啊，刚开始的时候好嚣张啊，那他对面陪玩也是好嚣张啊，现在话都不讲。走了。哦，有直接不想理你吗？都快当单杀了，姐。嗯、不想理我们，你就被我们搞破防了。对他们没有素质、啊，咱们不要跟他们一起没有素质去骂对面，好吗？别急嘛，不要他们急的时候，咱们自己别急，对吧？姐，他都让干回家了都，哎呦啊！不是我没跟你说话呀，你老跟我说话干嘛呀？那有时候我主播嘴硬的话，那没办法，那天生的。你老跟我互动干嘛呀？我叫我们陪玩、啊，你也要说话吗？哎呀，人家没跟你说话，你别自作多情啊！人家不喜欢你，你咋还自作多情上了？人又不喜欢我说话，你别接，你接我话干嘛？我在跟小贝说话。我没接你话呀，我跟我老板，我跟我姐经常说话都不行啊。啊，搭话的不是你、啊。现在开始，现在是我在说话，你陪玩不理他了。哦，你陪玩都不搭理你了。他开始急了，开始陪我了。怎么没理我？他上哪理我呀？哦，那这把呢？这把他不理你，找我搭话了是吗？他可能没听见吧、啊。姐，我在呢，我在呢。哎呦，没听见就骗子吧？那理我了吗？姐，朋友不理你啊，我在好好打呢。给你引点头吗、啊、你打我你不要被你姐你不用被他们两个可能影响到了他们俩就搞想搞人心态没有我没理他们没理他们哎呦情深意切呢两人哎呦互相支持互相哦呦互相臣服呢哎呦问别人好不好打，你也要说两句。你这么爱说话、啊，俩 ICU 病房。你看看你点的是什么？姐，他来给他。哎，我点的是一个开心果，你点的是一个。姐不用来，没事。啊、我等下去下路找你。不着急，不着急。等一下，我去下路找你嘛。我先避一手。行，你先避吧。咱们这边一个头还没有啊，小郭，没事，姐马上就有。哎，来了来了，这俩，我早就看这俩垂涎若渴了，赶紧给他收了。姐别上啊，姐这俩刚，这两个，哎，他们怎么开始就别上了？你现在姐，你现在开始你也别奶他两个，懂吗？你就奶我跟队友就行了。我就没奶，他奶都是臭的，他的奶都是酸的，谁要他奶呀？搞笑。对，就你的奶是香的。哎呦，咋的？你吃过呀？你那么大？哎，那姐，那你吃过呀？我快走，
我老板奶你吃过呀？大肥啥刀？两个闪现。我听过呀。啊、我听过、啊，我听过你还是个臭海鲜呢，听过。哎呦，那你这啥话呀？别拿头了。才啥呀？好啥好啥？看到了。才啥呢？听过造谣还挺不错。他当时已经杀了你，话还这么多，你不还死了吗？他杀一个他又没死，啊、你怎么话这么多呀？我约塔呀，我约塔，我打三个呀，他中路都是打一v一的。谁让你约塔的呀？你怎么了？你不是死了吗？没人逼你约啊。嘴硬吧，你嘴是没人让你约塔。谁让你约了呀？哎、没人让你约塔呀。走了。哎呦，像你这种对线能力都不足的。对线，哎呦，单杀对线能力不足吗？单杀对面啊，哎、那对面对线能力太足了，怎么被单杀了呀？啊，你还越塔呢？你越塔的时候辅助没跟着你吗？首先我补刀比他多，我又单杀对面，还对线能力不足呢。我还多防一塔呢，啊，好强呀，好厉害呀，会好好会补刀哦。谁搞这么硬呢？肯定比你们这个线上强，玩的是什么小学生英雄啊？哦，是慢慢卡的，就不是小学生了吧？你是不是没见到过那种厉害的剑圣啊？你是姐，后面我不好收了。剑士短啊、哦，不给我拦下了啊、哦！以为剑圣就是小学生玩的。姐，你没听过一句话吗？井蛙不可鱼海。啊、哦，说的对，有文化。对对对，你太是蛙了，有文化。谁是蛙？谁是海？你这样说人家听不懂。不是，先别嘴炮了，小波，姐拿一个，好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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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去拿头了，你先别嘴炮，你先把这人头拿了，走，快走，快走，这俩你打不过，走不掉，姐，这时候走不掉了已经。那你干啥要过去呢？你要怎么死了呀？他中路过来了，我这时候也走不掉了，没有一点意识，你这个男朋友没有一点意识，怎么你也死了？真的不如小贝，真的不如小贝。啊，好好好，太不了，好厉害哦，这小贝可太牛了，哎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玩刺客杀了两个呢，哇，好强哦，两大两个呢，哦，比你们家这个送了两个强啊，好牛。就你把我想象成上把我是他那个卡丁，对，我这个玩意前面他就那样，对吧？我这个还等六级，但是你不能再死了啊，你再死估计不好起来，你懂吧？我尽力姐，没事。不能尽力是必须，我啥时候要你尽力过？我指定嘎嘎。什么？凑九百块。我说我意思是，我嘎嘎嘎嘎。好杀好杀，你拿完这九百出来应该神话了。还行，三杠零了，发育还可以。差点钱出神话吗？应该差不多，我还行。那两口出门吧。还行啊，等会就知道了。兄弟们别急，等我先把人头追上来，啊、因为我一边操作、啊、一边说话的话，这个你懂吗？就是会犯病。哦呦，咱们先把人头追上来。他就是一个井底之蛙，他不知道剑圣的厉害，他就觉得剑圣哦是个免费的英雄，是人机玩的。我今天必须会帮我老板出头的呀，放心啊，肯定的呀。卡丁不是人机玩的，后期卡丁不是人机玩的。咱们先人头里先追一下，追上。卡丁杀不起来，哪是人能玩出来的呀？你俩就差一个人头，你怎么这么多话呀？对呀、啊，我还不让说话了。哎呦，你好屌啊！差一个后期英雄，一个后期英雄过前期英雄。杀了人再说话吧，好吗？那这把不也是吗？对吧？这把他前期英雄，哎，好勾，激、哎、情的好勾，好杀好杀、啊，哎，人家认配去了，你赶紧的，别叨叨了，别跟他叨。好勾好勾，你认真打你。好姐，怎么说话是你老板说话是打着你嘴不让你杀人了吗？人也不杀。哎呦，主要我听你的动静，我听得挺恶心的。你不要看对面一说一句话，咱们就必须得回一句话，懂吗？不要在意他说的话。来攻击我老板。我可没攻击他，我已经忍了你，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我肯定不回他们这种恶意的话，我你们的话我肯定要回一下的嘛。闭上吧，你很久了。那怎么办呢？你哭啊！啊，就是一杠二的，怎么还能说话呀？一杠二的。哎，你不会又要哭吧？我这不是怕你又哭了吗？挺不乐挺人哭的，其实，对吧？哎，我再怎么着我也没一杠二啊，这么能死呢？哇、哦，一杠二的，那上把他卡丁不一样啊！哎，怎么一杠二？怎么一直在叫呢？能不能好好打游戏呀、啊？那上把哥们儿，啊，玩个前期英雄，别上一把了，上一把也不就是输一个吗？上一把咋了？哦呦，那这把你玩这你哦呦什么呀？哦呦，剑圣我逼你选的呗。哦、你不也急了吧？不是我人头领先，你我急什么呀？你是小丑吧你？啊，好好好好好。啊
他确实小丑，他一着急啊，一直在那说有后头的事情呢啊，别着急。我急了，我就我三十要河东，三十要河西姐。啊，你领先就好，能干呀！你终于领先了。我肯定领，我肯定牛逼，领先肯定牛逼呀、啊，对吧？领先的两条狗肯定、啊、肯定厉害啊。啊哦呦，好厉害！哎呦，死了！哎呦，死了吗？没死啊！只有傻瓜。好厉害！好厉害！因为对面太菜了吗？太菜了，那你杀他呗！太菜了！你怎么没杀？怎么是小贝在杀呢？你怎么没杀呀？你怎么一杠二啊？打对面这么菜的？嗯，小贝，小贝，嗯。哎，别冒镜！你别冒镜！啊啊！你这不早说了吗？你这不啊？着急了，就这样。你别着急，你别中他们的圈套，他就是啥情况呀？别送呀！你这个陪玩现在都一杠三了，你还这么能说话呀？等一下，姐，你先别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姐，听狡辩呗。那二十多岁的刘备还卖草鞋呢，哥。不是一杠三怎么了？一杠三咋了？你别听他们蛊惑，你让他们说你呢，你就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你别被打乱了。Okay, 你这打乱后果很严重的，后面我跟你讲，起都起不来。好，一杠三啊！这小包这么肥吗？像剑圣这个英雄，他就是要么是神，要么是鬼，杀应该能杀他。姐不能送了，没事，姐应该不能是鬼。哎呦，姐不能送了！哎呦，这不死了吗？小包伤害有点太高了，这小炮有点肥的，姐得稳一点，稳一点。是的，哎呦呦呦，好会玩哟！哎呦，我以为有多能干呢。就是啊，就这，就这，你不要死了。幺三干嘛呢？哎呀，这机器人干啥呢？怎么死了？这机器人啥？哎呦，我操！哎呦哎呦，什么操作呀？姐，走走走，别送了，姐，别送了，别再送，拿不了头了，姐，走了。再送打不了了。哎呦，死！哎，死！结果一点。你不也死了吗？嗯，我乐意啊。这一把。没想到我也乐意啊。哦呦，嘴硬，嘴硬，嘴硬喽！有你的嘴硬啊，一杠四。小波，你什么情况？这把不哭了？哎，还行，姐。小波，一个六百。哎，王三东。哎，干什么玩意儿呢，哥蛋儿？我，高启强他成为老总之前，他也是卖鱼的。什么玩意儿？高启强，一会儿高启强，一会儿他妈的关东什么关羽的，你有病啊！你现在啥也不是，你是个剑圣。姐，我这不是有文化吗？姐，这么装逼，你有个屁的文化！一天天的，你看人家四杠，妈的！我操，姐，这他又拿头了。哎，姐，他们这些月太肥了呀！我这会儿搞毛线呢？你怎么又带了？他妈想捡人头？好杀！嗯，我还行还行。不是你起飞了吗？你家兄姐起飞了，六个头啦！姐不能死了，不能死了！你下点心行不行？这把对面装备起来了，不好杀的。啊等稳一点，好姐，好，你别怪我，我喷你，我跟你讲，那我不出去了。不是，你今天确实太，你今天确实状态很差，你之前不是这么打的。他一杠五了，姐，接下来我们机会很大，一杠五，你自己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听到没有？你去小杯中路干嘛呀？你别送啊，大妹。那我这个玩会儿，送人头。你别管我呀，我爱怎么玩怎么玩，要你管啊？姐，有奶吗？有奶吗？不想让你给小杯送啊。哎嘿嘿，谢谢啊，好杀好杀，还替我勾引，哎，不然这个头拿不到，想到底。哎呦，这个挺勾引啊，来给咱们送。你人还怪好的，这都能硬扯上一波呀！啊，这一波不是你残血勾引对吧？我能拿到这个头。啊，那你可太会了，你可太会了。嗯，确实，你老板就只会勾引人了。说你老板呢，讲道理。他去送人头了，他也没说错呀，他也挺会勾引人的呀。不是说你老板的吗？刚才不是你在吗？我们在说杀人的事。哎，好沉默，又一千，我操，起飞了！好杀，好杀！起飞了，厉害，快把他蓝吃了，好的，拿蓝。好的，好，好拿好拿。姐，不管对面说什么，能把这个东对吧？这对面还想踢我。咱们今天就赢他就完了。我们人头一多，感觉底气都足了，小北。哎呀，没赢过嘛，就这点儿，多多少呀？有多能力？哎呦，真嫌弃你这死猪！又来我中路，虚弱的不行了，又一杠五。姐，他又来我中路恶心人了，真的。